第五坚情日前推出新曲回归，没想到在新歌发布的前一天，成员黄伟晋却发生乌龙事件。日前他在社群发文透露，因佩戴的隐形眼镜疑似掉到眼睛后方，即便因工作忙到很晚，还是赶紧去医院急诊室检查，结果检查完之后才发现隐形眼镜根本没掉进去，让他白忙了一场。回到家洗漱完后都已经天亮了，荒谬的经历让他相当无语。贴文发布后，好友艾丽儿和关韶文先生留言区表示自己也曾有过相同经历，不过隐形眼镜其实是不会跑到眼球后方的，所以也有不少网友留言分享同样的经历，结果都是自己摆乌龙。贴文也引来不少粉丝笑称伟晋这样太可爱了吧，最后没事就好啦，也不忘关心他的健康，叮嘱他要早点休息。Bye.